为了这把剑，道义、责任和尊严，都变成了杀戮的借口。还要执掌武林，还需青冥宝剑。如果让他得到这把剑，一切都结束。我要传习天下，征召那些无畏邪派的义士。 我相信真正的侠客会爬到小主。一夜之间，让我重回江湖。